为了提升广播的效率与方便性，直觉化与操作简易的控制面板就相当重要。Bxb 卡讯电子鱼面板的规划上，提供了许多便利使用者的贴心设计，以方块型触控按键平衡排列各区位置，监控容易、方便、易懂，具备七十指单区广播键与十指群组件。 群组件可帮助使用者将经常发布同一讯息内容的区域归纳在一起，做快捷群体广播，省时方便。每指广播键下方留有空格，方便使用者标示区域名称，免除人工记忆与另外手动抄写的不便。每指按键具有背光三色绿、橙、红 LED 显示。 可分别显示广播通讯、双向对讲广播及紧急求救门禁防盗，让使用者可迅速做相对的应变。面板上具备监听喇叭，可在紧急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针对求救区域进行监听及合组。